开彼此的气息。我想要改变你，却忘了改变自己。我知道不容易，但不能停在原地等待奇迹。多谢你的陪，却没有标准答案。多谢你的陪伴，路就不会那么难。终于等到望穿秋水的笑容，原来那么温暖。春风能解冻，和风能让云消散。相处其实不难，需要多些陪伴。多谢你的陪伴，路就不会那么难。终于等到望穿秋水的笑容。生囡仔哦，哪有这么简单？啊，不是讲想要生就有用呀？啊，你哪讲这款话啦？敢讲你未生哦？不是啦，啊是烟雨花未生，嘛不是，等到有一天我们有了小孩，我一定要好好的顾他，不让他在外面乱跑。静怡啊，等到以后我们结婚，我不想要孩子。这件事情不是我最近的想法。在认识你之前，我早就有这样的信念了。我是一个自由惯的人，我既然承诺过会照顾你一辈子，我一定会做到。但是这是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跨出这一步。生养小孩子比起结婚来说是一个更大的责任，我真的没有信心可以再去承担一份这么重的责任。我们的缘分既然已经开始了，就必须要继续下去。可是生小孩这件事情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决定的，不要有这个开始。我今仔日是要回去倒位的？回去放假，也是回去在这营岛。啊，你是无欢喜哦，就讲要离家出走。啊，万一拢无人来找你，看你是要安怎？伊若是唔来找我吼，我就无要回去。对，我袂当哦，平安默默的回去。啊，若无我就输啊。这里衰啦，还拄着落雨。
回家吧。我赢吼。去上班嘛，唔够我叫。静怡呀，睡醒了没？起来了。静怡呀，妈，妈，对不起哎，前天晚上我去我二姐家睡，没有回来。哎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心情不好啊。偶尔出去走走也不错啊。怎么样，现在心情好点了吧？妈，你也不用不好意思了，这哪对夫妻不吵架的嘛？你看我跟你爸都是三天两头的就斗嘴，有的时候夫妻吵架也是一种情趣嘛哈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放心上的。妈，爸呢？一早就出去了，家里这么无聊，他哪待得住？以前孩子还小，家里热闹，他放假回来啊，家里还待得住。现在人住在家里，反而一天到晚往外跑，去找他的乐子去了。妈，你对爸真好。没办法，他自由惯了，闷不住了。平常啊，你们大家都去上班了，家里就剩下我一个老太婆。如果家里多个孩子，热闹一点，他可以含饴弄孙，也许就不会一天到晚往外面跑了。等到以后我们结婚，我不想要孩子。你怎么了？妈，我知道嫁进来这个家就应该生个孩子，让你跟爸爸含饴弄孙，这是我做媳妇的责任。如果是一辉不想要小孩，我也只能顺从他。你是说一辉他不想生？一辉说不生，你就由着他不生啊？什么事情该顺从，什么事情不该顺从，你要弄清楚嘛！你们，哎呀，你们简直是胡闹嘛！妈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一辉是我们家的独子，我们严家的香火全靠他了。你们是什么想法？怎么会这么不懂事啊？你老实说，你们两个是不是真的不想生孩子？说话呀，这件事是不是真的？原来你是真的这么想啊。妈，我是真的不想生。你们真的把婚姻当作办家家酒吗？
你们真的是要让我们严家绝后吗？我跟你爸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，真的想让我们两个闭眼之前连个孙子都抱不到吗？妈，孩子是独立的生命，不是大人拿来传宗接代的工具，这样对他们不公平。这什么话呀，传宗接代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哪个父母不是这样想的？反正这就只是大人的欲望而已，而且我不想为了生小孩改变我自己的人生。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？哪个孩子不是这样生下来的？你两个姐姐不是妈妈这样辛辛苦苦把你们拉扯长大的，我这么做难道错了吗？妈，就是因为我从小看到你这么辛苦在照顾这个家，好不容易把我们三个拉扯长大，到了现在还不能享清福，还在吃苦，我真的没有把握能做得跟你一样好。可是这就是做父母的责任啊。就是我觉得这是太沉重的一个责任了，所以我才不能那么自私啊。既然我没有这个心，就不应该为了传宗接代就把一个生命生下来，这才是我认为的负责任。你来了，交档了吗？不会啊，还好。我们进去吧。肚子饿了吧？想吃什么？都好，你决定吧。那这边意大利面还不错，点意大利面。好啊。两份招牌意大利面。好的。我每件事情都顺着你，你不想要生小孩，我就配合你去说服吗？可是你不可以踩到我的底线，跟外面的女生勾搭不清。既然我怎么说你都不会相信，那你何必继续坚持下去？现在结束对彼此都好，就不用继续再痛苦下去。你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甩掉我。今天对婚姻不忠实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哎，我黄静是不可能这样就认输的，我不会放手，我这辈子都不会。这个一辉真是的，这么重要的东西都乱摆，真糟糕。你下班了？嗯，来。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？居然看到你眉开眼笑。谈到了客户啊。什么客户啊？就是就普通的客户啊。无聊，我还以为你是加薪。多一点业绩就多一点奖金啊。
就你那些奖金能有多少？我上个月业绩哦，还比你薪水还多。喂，喂，我找严一辉。你是哪位？找他什么事啊？请问他在吗？你是哪位啊？找我的。嗯。喂。哦，是是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有兴趣啊？好，好，那就谢谢你了。嗯，没问题，一定一定，谢谢。他是谁啊？保险客户啊。什么保险客户？你刚刚都没有说到保险啊。保险的事当然是要当面说啊，电话里说什么？现在都要吃晚餐，你还要出门哦？客户有需要，我就要去服务啊。他到底是谁啊？你都还没有教他清楚就要出门了？已经说是客户了，你要我交代什么啊？严一辉，严一辉，骗子，都这么晚了，为什么还不回来？电话里面的女生到底是谁啊？你说，你是不是还有其他女朋友？不是啦，那真的是以前认识的朋友，我们已经认识很多年了。还是你以前的女朋友，现在还在联络？你在说什么啊？就不是嘛。你说，刚刚那女生是谁啊？是你另一个朋友的前女友，还是你自己的？我哪那么多朋友的前女友啊？你不要误会嘛。误会，你要问你自己啊，为什么每次都让我误会？卖希望，卖希望，哼！你这么晚还站在这干嘛？怎么不去睡觉？我在等你呀。你说，你是不是跟贝尔去约会啊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去见客户吗？你骗谁啊？哪一个保险客户需要晚上见面，还要拖到11、12点？我去参加他们的产品说明会，然后又聊了一下。产品说明会？什么产品说明会啊？你不是去谈保险吗？我客户是做直销的。我过去那边多认识一些朋友，可以多做点业务啊。直销？那你出门的时候为什么不说清楚，还要偷偷摸摸的？谁偷偷摸摸啊？我去谈工作的事情需要跟你交代清楚，是不是？女生找你出去，你就必须要说清楚。女生又怎么样？女生不是客户啊！你整天这样疑神疑鬼的，我跟你说清楚啊！你不想让我误会，你就不要做贼心虚啊！要去哪里也不说，现在才说直销，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的？你自己看。化妆品。你一个大男人去参加这样直销做什么？
如果他们要拉直销，刚刚在电话里叫我一起去，不是更正常吗？你哦，分明叫有鬼啦！你要这样想，我讲什么都没用啊！你给我起来啊！难道我说错了吗？卖化妆品的直销都是女生，这么晚了你跟一群女生鬼混，说去谈工作，你当我是笨蛋？好啊，你要我相信你可以，除非你找我一起去，不然我就觉得你是骗我。严一回，不要给我装聋作哑，你今天如果不说清楚，休想睡觉。起来啦，嗯，妈，一辉他去上班了。是啊，你赶快去刷牙洗脸啊，早上时间过得快，等一下别迟到了。没关系啦，我今天排休不用上班。是啊，那你早上没事吧？没事啊，等一下陪我去买菜好吗？好啊。哎，细仔你好。好，哎，好，谢谢你。这个看起来不错，应该很甜。妈，你看这个好不好？哎呦，怎么这么会挑啊？哎，这个比我那个还漂亮。好了，老板，就这个吧。哦，严太太啊，你媳妇很会选哦。哦，你看选这一只啦，又肥又大，这一定是我今天哦最漂亮、最甜的一只啦。那当然。我媳妇儿眼光啊，向来很好的。黑啦黑啦，那当然啦，那当然啦。哎，叶萍啊，我上次给你那份汽车保险合约，你看完了吗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啊，你上回已经讲解得很仔细了，我回家看了合约，也觉得很满意。那我们今天就签约吧。谢谢你那么相信我。你放心吧，从今天开始。我会全心全意为你服务的。来，签这边。啊，对了，我最近很多朋友也买了车，应该也会需要买保险，我再推荐给你。真的啊？那就先谢谢你喽。不要这么客气啦，我最欣赏的就是你的服务，你的热忱，做事仔细又小心，说话有条有理，很斯文又很稳重，
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销售人才。谢谢你那么看得起我，其实我也一直对直销很有兴趣。那真的太好啦。昨天又吵架了。我跟他怎么吵得起来啊？我和他说话，他根本就不理我。买菜呀，我们都会挑品质最好的，自己最喜欢的。这婚姻也是一样啊。你眼光这么好，千挑万选。好不容易选到一个愿意跟你过一辈子的人，这种缘分很不容易啊。妈，我就是珍惜我跟一辉的婚姻，才会这么生气。男人嘛，在外面拼事业，我们做女人的就应该要多尊重、多谅解一点，不要像管犯人一样老想拿一条绳子把他拴住，这样他反而离得更远了。倒不如啊，给他一点自由的空间，让他到外面去发展。他工作上如果多了一点成就的话，回到家里来也会珍惜我们的。妈，那是你对爸的方式，不是我。今天是一辉和外面的女人有勾搭，伤害我这个做妻子的尊严，不是我不尊重他。哎，一辉是我的儿子，我最了解他，他绝对不会说谎的，他也没必要欺骗你啊。那他一闹脾气就去客厅睡，这叫尊重我吗？他这样确实是不对了，我会找机会骂骂他。可是夫妻嘛，床头吵，床尾和，不要一不高兴就往外头跑嘛，这样是会影响夫妻感情的哦。好了好了，说过就把它忘了吧。啊，你呀，是妈千挑万选看中的媳妇儿，你那么聪明又那么懂事，相信你跟一辉会好好相处的。担心啊。嗯。喂，请问你要找谁？我找严一辉。你是不是那个直销公司的女人啊？都这么晚了还打电话过来，你不知道这是一件不礼貌的事情吗？我只是想跟他约下次见面的时间而已啊。这些都是借口啦，你到底有什么企图啊？难道你不知道他是有妇之夫吗？还一直这样跟他勾勾搭搭，你当我这个太太是傻瓜？小姐，你管不住自己的丈夫，就不要随便喊险喷人好吗？就是有你这种女人，心术不正，不要脸啊！你要是敢再打电话过来，我就告到你们直销公司，让你们全公司的人知道你破坏人家家庭，听到了没有？我一个是。你是个学佛的人，要守五戒，甚至头上一把刀。哎，你在外面跟其他女生乱搞，你不怕你会有报应吗？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你不要侮辱我的人格哦。你到现在还死鸭子嘴硬，不肯认错吗？好，我就是个烂人，那你何必继续忍耐下去呢？
难道你之前说要照顾我一辈子的话都是骗我的吗？不是骗你，我本来以为我可以，可是我真的做不到。你把这个婚姻变成一场战争，这里面每一场仗你都赢了，我输了，我认输。谁准你认输？谁准你认输啊？随便你怎么说吧，算我错好了。严一辉，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啊？我跟你说过，我不想跟你分开，你听不懂吗？随便你，我累了。静怡啊，你回来，哪会阁徛伫遐？静怡，你是安怎啦？我咧甲你叫，你来拢不爱甲我应。你哪会咧哭？到底是安怎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你哪靠我这伤心？到底是什么委屈？你讲啊！静怡，你有什么委屈？你跟阿母讲啊！静怡，静怡。无钱，梦到这种的梦，你把这个婚姻变成一场战场，这里面每一场仗你都赢了，我输了，我认输。我不会认输，更不会弃权。从来只有我黄静怡不想做的事，没有我做不到事。喂。阿母，你哪会这么打电话我？无啦，我就想要问您讲哦，谁啦最近拢无打电话回来啦？最近你好无哈？真好啊！你哪会甲我讲遮个？是有啥物代志哦？无代志啦，我伫咧想讲吼，你若有闲啊，回来给阿爸阿母看一下。先做带一回吼，等下出来得行行的。会啦，你甲阿爸啊注意身体哦。我知啦。好啦，再见。一定是上久无看到查某囝，家己伫遐乌白心吧。
干净的衣服我放在浴室了，赶快去洗澡。快去洗啊！你每次都这样，晚上叫你去洗都不洗，都要等到早上第二天的时候才要洗。你这个人的卫生习惯怎么那么差啊？不怕你的汗臭会留在被单上吗？快去洗啦，不要让我叫你那么多遍好不好？你现在是怎样啊？把我当作空气哦？一辉啊，时间不早了，快去洗澡。哦，知道了。杨一慧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就算你讨厌我也没关系，我会缠着你。你要把我当作空气，我就让你感受到空气无所不在。好啊，我就看你哦，要对我视若无睹到什么时候。爸妈，我吃饱了。吃饭。孩子的事儿，让他们自己解决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胡闹，简直胡闹！妈，我没有胡闹，我是认真的。你，
你们是夫妻，是决定要在一起过一辈子的人啊，本来就应该多包容多忍让的，就退一步想想，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？妈，没那么容易。过日子有谁是容易的？我跟你爸难道就容易了吗？妈，我已经站在悬崖边上，退无可退了。我希望你能同意，我一定要离婚。离婚这两个字都可以这样随便说出来啊！这个婚姻啊，不管你是主动还是被动，都是你自己选择的。遇到了什么困难，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的，为什么你就偏偏选择这条最糟糕的离婚路？我已经别无选择了，希望妈你能谅解。我谅解你又怎么样啊？那静怡呢？你都不用管管他怎么想法吗？不管他怎么想，这个婚是离定了。我跟你说过，什么形式我都不在乎，我在乎的是心意。既然你不想订婚，那我们结婚吧。我会照顾你一辈子，这就是我的心意，也是我的承诺。你敢不敢站在别人的立场替人设想过？红阿婆斗阵不是要来拼输赢的呢，你嘴讲赢，敢就真正赢？你把这个婚姻变成一场战场，这里面每一场仗你都赢了，我输了，我认输。为较早到今嘛，我拢会当拼第一，我从来毋捌输过。为什么今卖我？会让我的人生输到这么彻底？最后一站到了。最后一站到了，小姐，你要去倒位啊？我要去倒位，我已经去倒位啊。想要买一只吗？
学校毕业，勇气打开视野，就一脚跨进了社会。生活千锤百炼，生命长出智慧，身体里灌溉一腔热血。时间给人什么？